加一点水啊。这个水洗完了，蒸汽走出来啊。坏，哭了。200块钱，算我赔不是，啊！不要，我有，有你不给孩子看病的，来，我洗。你那个什么，去给孩子买药去，再买点水果，买点蔬菜，啊，这两天没给孩子加东西了，营养不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抵抗力也上不去。来，你这萝卜卖的太贵了，便宜点来半斤的。这半斤你还讲价？那行行，我来一斤。差不了多少钱，两三毛钱你还计较？两三毛钱也是钱呀，谁的钱不是辛苦挣来的？得得得，大姐您挑吧，本来已经说要收摊了，已经够便宜了。不行不行，再来一个，还没翘起来呢。大姐你也太过了吧，这已经够便宜了，这可不行。这老厂长呀，对我还真好。本来人公交公司都不要人了，他说啥呢？哎，他去我就得去。这回行了，反正呢，每天一醒来知道有班上，月底呢知道拿钱，我也就踏实了。你嫂子吧，老说我这个人胸无大志，其实我觉得人各有命，这样不挺好吗？哎，小薇，你工作怎么样？哎呀，别提了。当时啊，我真后悔没跟着建明好好学英语。你说现在你去哪儿找工作，人家一张口就问你是本科吗，会英语吗，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说一肥皂厂的秘书要英语4级有什么用啊，他跟谁说去啊？现在这个单位呀都吵吵要和国际接轨，哎呀，这一改革开放呢需要个人能力了，那咱们以前那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还真不行了。你这样降降身段，工作还是有的。您的简历我们都看过了，基本上可以，我们这正需要一个质检员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我看你是67年的，结婚了吗？啊，结了。有孩子吗？有。哦，看着你可不像是有孩子的。我那孩子才1岁。哦，是这样。有孩子就不好办了这事儿，质检部明确说了不要有孩子的。我那孩子现在家里有婆婆跟小姑子带着，我不会耽误工作的。可他们是这样要求的呀。我跟你保证，我不会因为孩子耽误工作的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这我真没办法，要不你再去别地儿找找。有孩子怎么了？有孩子的人就不能工作了是吗？怎么有孩子还成罪过了？难道你们都不是爹妈养大的？哎呀呀，没事，都准备好了。哎，这不是岳大妈的车吗？慢慢慢。啊，我是大儿媳妇。哎呀，这岳大妈呀，上次这事可心痛了，你怎么这么费心呢？慢点慢点，哎，慢点。你看你这费劲，哎呦！你说你干嘛去了你？你是给我来，我来。哎呦，你说你是做汽水去了，还是拉汽水去了？啊，我来吧。行啊，中午去的，这前儿才回来。啊，要搁我呀，我搁你，你瞧瞧，差不点吧？你真是的，你给我摔了这个，我这不等于白拉了吗？你说啊，真够笨的了，我告诉你。
来一瓶。没了。那个老板，来一瓶啤酒。馊了，啥味儿啊？顾客，给钱。馊了，你没听见吗？你闻闻去，你自己闻闻去。顾客，给钱。不是我说你不懂人话是咋？听不懂啊？你馊了你还喝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给钱甭想走。没钱。没钱你喝什么啤酒啊你？你诚心是不是？哎，不，我就诚心了，怎么的？不怎么着，给钱，不给钱别走。干啥呀你？你给我收着。我不松，你给钱我就放手。给钱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没穿内裤，我告诉你啊。没穿内裤谁愿意看你啊？给不给钱？你快给我钱！耍流氓了，耍流氓了！你都过来看一眼，耍流氓了！哎，看见没？光天下看蹬我裤子干啥？我告诉你，你再不住我把手给剁了！我告诉你，听见吗？剁呀！我正没工作呢，你把我手剁了，我正好可以赖你一辈子。哎呦，哎，你看看真剁人！哎，你要不要脸呢你？你要不要脸呀？哎，大家看，一大老爷们儿为了一块二一瓶啤酒，当街脱裤子你都敢，你要不要脸啊你？给钱，给钱我就。哎，你别动，哎，你别动，出来。给钱。哎，真的，我啥也不说了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人，哎，谁要娶了你，哎，倒血拔子没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还真不用你操心，我丈夫好着呢，我儿子满地都会跑的，我丈夫比你过得风光多了。行了，别看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厉害了，什么都敢干啊！电话。你说你哥现在心里还有你嫂子？这我哥去美国不就是为了我嫂子吗？哎呀，这两天我心里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我怎么觉着你哥老这么拖着？他是真的没有能力接你嫂子吗？没钱我怎么给你办申请啊？我也没办法呀，我要是有钱还用你的吗？我真不知道你在那边干什么了，学没上成，钱没挣着，你说说这都多久了呀？那孩子都多大了呀？小薇，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。你知道吗？美国这边的生活多艰苦啊！你真以为美国是天堂啊？只要一卖进来就衣食无忧了。你刚才不是问我吗？为什么没考上学校？为什么挣不到钱？好啊，我今天就全都告诉你。目前我在这儿的情况，为了维持在美国的基本生活，你听好了啊，只是基本的，只包括房租还有基本的生活费。我一天需要打三份工，从早上一直得干到晚上，这中间我还得去上课呢。我为什么考不下来学校啊？就是因为我一进教室门就想睡觉，我经常只是想眯瞪十分钟，可最后睁眼一看，人家已经下课了。我就是心疼你啊，所以我才想过去照顾你，陪着你。你觉得你这样想现实吗？现在我应付自个儿的生活都困难，再加上你跟孩子，那我怎么应付啊？那我也有手有脚呀，我也可以出去打工啊。你出去打工？那孩子呢？雇保姆吗？美国不是中国，雇保姆的钱我出去打工都付不起。所以，小薇，你听我的，先暂时留在国内，等我这边的情况好转了，我们再做打算，好不好？那你告诉我多久？半年、一年，还是两年？你总得给我个期限吧，你总得让我有点盼头吧？你知道天天度日如年的滋味是什么样吗？我今天就是想知道，你还想接我们走吗？
你说话呀！你这算什么态度啊你？叶小薇，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我无理取闹？我这叫无理取闹吗？啊！你再怎么样，你是应付你一个人，我要带着孩子，孩子还得生病，我还得应付你吗？于建明，你凭什么挂我电话啊你？回来了。妈，啊，洋洋呢？那个睡了，建华看着呢。建明怎么样了？又吵架了？小薇，不是妈说你，建明漂洋过海不容易，你在电话里头，应该对他好着点，给他点暖和气儿。谁容易啊？谁给我暖和气儿啊？可再怎么说，他一个人在那边啊。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孤孤单单的，你再冷言冷语的，那不是往绝路上逼他呢吗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小薇，电话，你妈来的。妈，你能不能消停点啊？妈，你这几天怎么了嘛？啊？你说你嫂子这么挑肥拣瘦的找工作，这都小一年了，什么工作没找着？就知道拿着电话跟你哥发脾气。我哥是她丈夫，她不找我哥找谁去？再找不着工作，我这个小铺就给他们折腾完了。就你那小铺，谁看得上啊？你别没良心，没有那小铺，你喝西北风去。
建华，我今儿听说何正东升官了。妈，人家何正东升官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大半夜在那闹。对了，明天我找找他去。请进。你好，这是我的个人简历。结婚了。啊。爱人在什么单位？他在国外呢。哦，留守女士。这样你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。会喝酒？不会。喜欢唱卡拉 OK？ 我没唱过。我感觉你今天的衣服的颜色不太搭配，你没发现吗？你更适合穿绿颜色，这样会把你的皮肤衬托得更白，显得更年轻。哎呀，这我不太明白，这衣服的颜色跟贵公司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可是不对呀，你们这招聘书上写的是要招医药器械代表。我以前是做质检员的，所以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。No， 我对你工作的过去的背景不感兴趣。医药代表主要是把公司的产品推荐出去，而我们的产品能否得到社会上的广泛的应用，它的关键所在在医院那些握有处方权的大夫们的手里。你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和他们保持密切的沟通，密切的沟通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叶小姐，我们都是从计划时代走过来的人，现在呢是市场经济啊，这个人呢不能太死板，要学会灵活。灵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就要招陪酒小姐吗？恕不奉陪，臭流氓！你这陈大伟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地方哈，一定搞一下。哎，这儿，这儿还吗？啊，搞一搞啊。哎，这儿还有些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随便搭建啊？哟，还小铺呢，这谁批准搭建的？领导，这好久就有了，我小的时候就有了。拆，这个必须彻底清理啊！记下来，记下来。对，但是往下掉，我们说数好吗？这几人，小狗叫，妈狗去，妈，妈妈马上就来了，我们马上等妈妈，乖了，好孩子，来拿着妈妈来了。怎么，他们没有看上你啊？妈，您当这是相亲呀？您看上不看上？可不就是嘛！现在这找工作，就像找老公一样，你第一次机会错过了，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。您能别老什么都往建明那儿拐吗？我知道你想让我跟您服个软，让我跟您承认这婚结错了。可是我告诉您，我到现在到今天，我都不后悔嫁给他。好了，别我们娘俩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，赶快回家吧。爸爸还做了很多好吃的，说是要给洋洋补补营养呢。我不想回去，省得你说我们给你丢人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告诉你，薇薇，娘家永远是你的家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嫁的这个男人，他给了你几块砖，几片瓦？
把这拿着。好孩子，来，姥姥抱。哎呦，姥姥抱啊！走吧。妈，妈来了啊。大妈呀！来，您大老远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小鱼儿，我听说你升官了，啊？哎呀，大妈来给你祝贺来了。哎呀，大妈呀，这工会副主席这也叫官啊？比芝麻还小呢。你快走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不用啊！哎呀，真是。快坐。大妈，您什么事儿啊？这不还是小薇的事儿吗？你说他那工作，跑了几十家公司了，到现在还没谱呢。哦，是，我知道，小薇最近老跑招聘市场。那也白跑啊，没影儿呢。没事儿，大妈，小薇条件好，不愁着。他心太高了。是，小时候不就这样吗？心高气傲的，有志向吗？那个小孩啊，你说他现在找不着工作，能不能上你们公司来当个售票员儿？哦，我们公司这个售票员呢，到时候再扩招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那大妈真的来对了。大妈是这样，这样，这个售票员的工作呀，太辛苦，从早到晚，没黑没白的。所以呢，我也没敢跟小薇说这事儿。小薇现在这不等加名信，准备去美国呢吗？小贺啊，大妈跟你说实话，建明是我的儿子啊，我知道。他一时半会儿不能把他们娘俩接出去。得让小薇死了这个心。小薇已经当妈了，不能眼瞅着儿子饿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得为他儿子着想啊。那这个事儿，您跟小薇商量了吗？啊，那个，不是你商量了，就是你，我能不跟他商量吗？不是小薇她不爱面子吗？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是吧？哦，那小薇同意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哎，太好了，我帮你办。哎，好，那给，来，大妈送给你的。干什么？大妈这不处了？怎么了？嫌不好啊？这是大妈铺子里最好的烟了。你快行了吧？你跟谁？你拿着吧。这还聊得了？你不行，事儿我肯定办，你放心吧。小薇啊，干嘛去？上菜楼买菜去。哦，对了，你买菜啊，就上胡同口那家，就那个安徽小两口那儿，你到那儿提我的名儿，他会按进价给。啊，快去吧，快去，快回来啊。小薇啊，来，吃鱼，哎呀，吃这个菜，吃。妈，啊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哎，你好长时间没回去看你爸妈了吧？明天买点东西回去看看他们，顺便呢，到何正东那儿坐坐。我去何大哥他们家干嘛呀？对了，你妈帮你找工作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小薇啊，
妈跟你直说了吧，我今儿吧去找何正东了，他说帮你找工作。啊？公交公司招售票员，他说他帮忙。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，就私自去找人家啊？那我有什么错了？我找他还不是为了你工作的事儿吗？公交公司，再怎么说以前在厂里我还是个质检员呢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你说你现在没工作，建华得上学，洋洋得吃鱼，就我一个老婆子挣钱。说白了，我不是不养你，我真养不起。那你也不能，那你也不能干涉我找工作的自由吧？你现在都在家吃闲饭了，还什么干涉自由不干涉自由的？你都这份上了，还挑三拣四的？洋洋，妈带你去吃好吃的去啊！咱不跟这儿受气，天天受这气，怎么这样啊？说吧，得了。是你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是是，好久不见了。来碗面吧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来，小朋友，吃面喽。多少钱？啊，三块。叔叔，嗯，真乖，嗯，慢点吃吧。来，洋洋，吃面吧。啊，来，妈妈喂你吃面啊。哎呀，真乖，来吃这个。哎呀，乖死了。自己吃好不好啊？真乖。哎，到周周手里吃。乖。啊，自己吃啊。大妈，哟，主任呐，少见啊！我来买包烟。我知道你抽什么烟。来，主任呐，这个烟呐，
我卖7.5块，金价7.2块，主任就给7.2块，快请坐。大妈，一包烟就挣3毛钱了，不少了。大妈，您这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，我看这铺子还不入关了，您干点别的吧。那哪行啊，我们一家子还指着他吃饭呢。大妈，您不知道吧，您这铺子属于违章建筑。什么违章建筑啊，什么意思你、您不知道吧，大妈，前几天街道办来检查了，说您这是违章建筑，最近准备拆了。你可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啊。不开玩笑，大妈，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，咱们这一片要改造，您这个铺子刚好挡在了拓宽的街面上，我来呀、是和你提前打个招呼。大妈，您可得有个思想准备啊。你，哎，大妈，你给我走。妈，妈，您刚才冲谁嚷嚷呢啊？哎，对不起啊，请问您，我是居委会的，这铺子要拆了，你做做你婆婆的工作吧。这铺子要拆了，你来拆，你给我拆，我看你们谁来敢拆。妈，妈，别嚷嚷，妈，你给我走，行，你给我走，你没人拆，没人拆啊！来来来，别生气，坐会儿，坐会儿去，你坐会儿，坐会儿。何大哥，哟，小薇啊，哎，看见爸妈来了啊。这就对了嘛，常回来看看他们，他们特想你。哎，前两天你婆婆找我了，要给你找个售票员工作，怎么你不愿意干？她怎么又来找你了？啊，也能理解嘛。你看看，你洋洋加小姑子啊，你们四个指着那个小铺子生活，挺困难的，想让你们活得好点呗。我没花过他的钱，我花的都是我自己挣的钱。对，是这样。但是你看你现在不上班，你不能坐吃山空啊。咱们这下岗再就业的多了去了，还有工程师卖菜的呢。行了，何大哥，你别说这么多了，我也不想麻烦你。过两天建明就接我们去美国团聚去了，我现在在家里一边带洋洋，一边等着他的消息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不愿意去卖票。那行，你什么时候改主意，打上招呼啊。建明，哎呦，赶紧接电话呀！3号的，不对吧？我那电话没接通，怎么还收费啊？是这样的，只要电话响6下，对方没挂断的话，就算收费了。这事儿你不能再闹了，我们做不了主，这是上面定的。不管他谁定的，也得给我一个说理的地方。妈，妈，小薇啊，哎，你来的真好，你们大伙儿看呐，这是我的儿媳妇，我一个老寡妇啊。我儿媳妇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我儿子没在家，我们就指着这个铺子了，他们要给我拆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呀，妈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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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，
妈，您先别着急，咱回家说。你别拦我，这个铺子拆了，你肯定会心疼的啊！我开这个铺子的时候，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呢。我一个寡妇，我就指着这个铺子把我的两个孩子拉扯大了。要是没有这个铺子，我就得端着碗带着我的孩子上街要饭去了。我心疼，人家现在是违章建筑。什么违章不违章的？我管你违章不违章的，他就不能拆？我告诉你，不能拆啊！不能拆，谁也别能给我拆了呀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要给我拆了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你看着，啊，拆我的屋子，要拆我的屋子呀！情况怎么样？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但还得住院观察。你们赶紧办住院手续吧。嫂子，你带钱了吗？我没带那么多钱。3000块钱，家里没那么多钱。你守着妈，我有办法。什么钱呢？你这是美元呀、啊！我们收你美元干什么？我们这是医院，又不是银行。还差多少？差800。胡大哥，我……要不是刘会计来看病，谁都不知道你遇到这么大困难。有困难跟大伙说一声，那不丢人。等我出去把这美元换成人民币，我立刻还给你啊！你行了吧？美元正升值呢，你快留着吧。没事，大妈好起来比什么都强啊，别多想。你说要出了什么事儿，这建明不怪我一辈子吗？没事，尽力了就行啊。走吧，看看大妈去。行。休息，明天洋洋一睁眼睛肯定还得找你。哎，我倒没什么。何大哥，对不起啊，耽误了你一晚上的时间。你要不来呀，我这住院费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。谁家没个小病小灾的？我不是工会主席吗？你先回去吧。我盯着就行了。对，没几个小时天就亮了，正好直接上班了。眯会儿吧，啊。大娘，该吃药了。我不吃，我得出院。这不行，这我得问大夫。妈。你怎么坐起来了呀？你赶紧去给我办出院手续去。医生说了，
您得留院观察，这万一要出什么事儿。万一什么呀？我死不了，我得赶紧回家去看那铺子去。您那铺子我帮您看着呢。不行，你拿的这是什么呀？医生给您开的药。我说我死不了，死不了，开这么多药干什么呀？你要是万一心脏病犯了，这些药就起得上作用了啊！我说不要就不要，你赶紧退回去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您别再为难我了，万一您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建明交代？你说他现在人在美国，我电话我也找不着他，我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，我都说不了。你就别再为难我了啊，妈，我求求您了。妈，我就住这一晚上。嫂子，哎，嫂子，哎，嫂子，我来了。你快回去睡吧，你那太差，睡睡过去。行了，赶紧给你妈倒水吃药，打饭去了。哎，嫂子，你听我说，嫂子，你就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妈我知道，她要是能大声嚷嚷，说明这病就快好了。倒是你别把自己给熬坏了。我先把饭打了啊。时间流逝，你的背影，回忆落在原地，清空星夜里，我在想你，谁能和你相比？光阴荏苒，泪水和笑语，相遇是我最甜蜜，分手的结局悔恨也无力，要你才能停止我哭泣，敞开我冰封的心门，有你预留的体温，这散不尽的缘分此刻更认真，呼唤你的感动之深，痛彻掠过了伤痕，春暖花开的声音，永远敞开我冰封的心门，有你预留的体温，这散不尽的缘分此刻更认真，呼唤你的感动之深，痛彻掠过了伤痕，春暖花开的声音，永远永远。